甘肃的酒泉，你能想到它有多大吗？这一个地级市的面积，竟然比很多省份还要大。比如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广东、江苏、福建、浙江。这很多人知道酒泉呢，是因为这里有卫星发射中心。但是你知道酒泉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吗？和霍去病、汉武帝还有关。在当时汉朝时呢，汉武帝让霍去病带领大军去攻打匈奴，他占领了河西之地。这皇帝非常高兴，就赐御酒来赏赐他。这霍去病呢，他是不愿意独饮，可是呢，这御酒有限怎么办？他就将这个酒水倒进一处泉水之中，让全军一块喝。后来此地就有了名字酒泉。再后来呢，汉武帝在河西之地设立了四个郡，分别就是潍郡、张掖郡、飞黄郡，还有就是酒泉郡。这个呢，就是当时霍去病所倒酒的泉水，每天都会有很多游客在一个公园之内。在酒泉旁边呢，有一棵非常粗大的柳树。当时左宗棠在这里任宰相总督，这为他亲属所栽，也是为左公柳。